哎，杜凤生，我有多惨，就全奉还给你。你竟敢对他动手！啊，真是！我都没做过就知道了，杜凤生根本就不是女人。神把这力量赐给我的时候，一定是有理由的。我要去抓那家伙，刚刚已经打过针了。你不是医生吧？周一至周五晚间11点，东森戏剧台大力女都奉顺。